各位好，欢迎收看 NIA News。 成大提前为侨生举办春节联欢餐会，国立成功大学在学期将要结束之前，提前为校内的海外生举办春节联欢餐会，席开40桌，邀请了将近有400名海外生齐聚一堂。除了有精彩的表演跟摸彩抽奖，还颁发了课业优秀侨生奖。成大每年的春节联欢餐会对海外生，尤其是华人来说是一件大事。学生不只能够联络感情，对学校也有更多的向心力。冰毒缅甸华裔导演赵德胤说，台湾给了我拍电影的养分。已经取得台湾籍的缅甸华裔导演赵德胤，他所导演的电影《冰毒》已经在瑞典、柏林还有台北电影节等等的影展获奖了，更击败其他的资深导演，代表台湾角逐201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入围的资格。赵德胤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，他的电影也很少讲台湾故事，却是在台湾崭露头角。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，他总是感谢台湾。他说，台湾给了我拍电影的养分。中原寒冬送暖赠春联，侨生暨创意春联回乡。中原大学寒冬送暖赠春联的活动到现在已经迈入第7年了。书法社今年特地准备了大型春联以及应景艺术字的创意字贴春联，提供给师生还有民众索取。越南侨生吴爱玲表示，越南当地的华人区在过年期间也有写春联的传统习俗，但是大部分是写楷书，很少有具有创意字形的春联，因此他特别的把创意春联寄回家乡，跟家人分享迎春的喜气。信义之心亲子同行，共度宗教文化之旅。由台北市信义区公所协助新住民筹组的社团信义之心，22号到松山奉天宫欣赏宗教建筑，还有故宫国宝同乐趣数位艺术展。信义区长游竹平说，为了协助新住民融入台湾社会，公所协助他们筹组社团，希望大家多多交换生活和育儿经验。感谢您的收看，